我们刚好我们工人有五六个人啊，两三个去拿灭火器，然后另外两三个跟一个路人去把那个架子那个人拖出来，一拖出来，那个时候已经很大的火了，很难拖出来，好不好？差一点我们都要放弃了。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哦，那如果他是在我面前，我会难过一辈子，所以就不行，就是硬把他拉出来，对了。